最近军教片当红，那么就连电影的首映都找来最美丽的士官长女星刘湘慈来站台，而且刘湘慈哦，她是穿着爆乳短裤装来出场的，让一旁的男艺人惊呼连连。我欢迎性感士官长刘湘慈。哇，迷彩小可爱，热裤，黑色网袜，军教大戏中表现不让须眉的英勇士官长刘湘慈，变身成麻辣女教官，出席电影首映会。火辣气势把左右两位穿着整齐的班长整个比下去。我是很少见啦，我刚刚是在后台是有点吓一跳。我们也可以不要绷那么紧啊。对对。其实我本身觉得还蛮开心的啊，对，很少看到他穿这样子，还蛮爽的。Drop your guns！同样参与动作类影片的演出，三位艺人对电影中多位武打明星表现是赞誉有加，说什么也要来朝圣见习一下。但提到最欣赏的人，大家想法还是有志一同。我其实还蛮欣赏的，就是李连杰，因为他真的是我们的华人之光。那刘湘慈更建议，别以为女生就不爱看动作片，今年七夕情人节，情侣们可以换换口味，来点不一样的电影享受。民视新闻陈平洪世成台报道。